新北市就业服务处、林口区公所与三井 Outlet Park 共同合作，举办三井 Outlet Park 店铺联合增才活动，提供了超过280个的工作机会，期盼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这个充满活力以及创意的在地服务产业。新北市就业服务处、林口区公所与三井 Outlet Park 共同合作，26号在三井二楼美食街户外区举办2023三井 Outlet Park 店铺联合征才活动，有31家知名连锁店提供超过280个工作机会。今天主要是在林口 Outlet 商场举办一个就博会，那今天有大概有31家的厂商来参与。那提供超过280个的职缺，那主要的还是餐旅，还有我们的零售贩卖业，这部分。就服处长叶建能表示，由于观光旅游的市场复苏，餐饮业及服务业的人力需求日益增加，只要您有热情、创意、团队合作精神，就有机会成为这些优质厂商的一员。欢迎我们林口在地的市民朋友可以来多多来参与，不管是在找工作的部分，能够结合这个家庭的工作生活。活动主要是与在地化的结合，借由林口三井 Outlet Park 整合园区内有求才需求的厂商，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给林口地区及周边市民朋友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这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在地服务产业。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。